当盛举我们台北圣舞会十周年，太棒了！恭喜恭喜！对，很开心。希望下一个十年，它一样只有比这个还要更大，哎，更加的澎湃，更加盛大。一倍一倍一倍，十年之后的几百倍啊！好，今天哦，下次我们就席开200桌，是没错，没问题。OK 版多啊！来，直接从头疼到头背都给包起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这一定可以的。相信我们的会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仁，一定都说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是的，有听到哈？我们明年席开200桌，好不好？路头到路尾都给他包起来。是，到时候记得找我们就好，就是。是的，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啦，没错，站在他们的喜气啦。对对对，是。然后我们的雨婷呢，除了在我们戏说台湾，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欣赏到我们仙女的踪影呢？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是想来讲一下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少你一个啦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哦，我拍过《蓝色水玲珑》《玫瑰童林》演蝴蝶密码，《戏说台湾》《紫色曼陀罗》《红色女人花》第一剧场、民间剧场跟大爱剧场，听起来很多对不对？好多，真的好多。台下这个小美女呢？我们的台多我一个台湾奇爱的，你看小不小张？哇！真的，他说他今天来喝酒的，所以就先不上来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要拱他上来，我只告诉他。没关系，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喝的有点少。对，不是，重点是他是唯一年纪比我小的女主角，拍的还比我多，少不少？看看，真的，没关系，你们一个18，一个19，所以还好。没有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没有，是看不出来，你比我，是看不出来你比我小，没有，你比我小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都很年轻，年纪比我小，哎，没事，我们都很年轻。哦，可是你刚刚讲出了很多那个，大家唤起我们以前的回忆了，真的是很多很棒的戏剧呈现啊，都可以看到我们雨婷女神的踪影啊，真的是很棒。希望大家以后努力继续多支持呢。谢谢大家，也希望你影视歌三期一样都是不落人后了。影视歌吗？没有，影视歌计算吗？可以啦，影视歌，音有吗？是有吗？有电视吗？有啊，广告也有啦，广告有，有啊，写真集有啦，我们正在唱啊，是不是？我有自己的 EP 啦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样？也是个才女，是不是？我们影视歌三期女神也是不得了的。对，还在努力中啊，我觉得人生要尽量渲染它的色彩。没错。哦，也很期待你更多的作品。好，所以为了要收买人心，我就只好，你看刚刚唱的又没上一个好，对不对？身材又没比旁边的好，不知道我要来干什么，所以我只好带小礼物。没关系，我带了自己个人的写真集的海报来现场送给大家。对，这样子我才不会被大家讨厌。是的。你要在近距离吧，还是台上给大家？哦，我们这样可以走下去吗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距离，还是保持距离？是我要把我的口罩戴上来。对，我们要把口罩戴上。我的口罩在哪？来，我们的小助理帮我拿个口罩，我们的雨婷女神就可以近距离。因为在疫情期间呢，如果我们的女神要到身边来亲自发海报的话，就要戴上口罩哦。为什么那么可爱？这什么？很适合你啊，仙女。哎，真的好可爱哦！太可爱了吧，樱桃小丸子的口罩。因为了要跟大家近距离接触，一定要戴下口罩啦，不然我们怕会害人家被罚。你也太用心了吧！我们的雨婷女神准备了好多海报要送给大家，但是真的是满满的爱，会不会被打？没问题的。好，那带来这首《真好碎碎上好》，打给希邦，打给探吉那探最，顺便跟大家近距离握手，做好朋友，顺便把我的海报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。来。老婆都生气了，在房间逼，但是千万不要贴在厕所啊，真的有点害羞了。也可能蛮多人贴在厕所，不知道干什么呀。那请记得，不是这时候我就想，那请记得买我的写真集哦。是的，太够用。我们的写真集啊、EP 啊、电视剧啊，都要多多支持啊。耶！刚不起来，你也跑下去，溜趁短机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醉英雄》，就是要献给。